好，我是 Take a Look 的 Yuki。 那现在呢，我在灿坤的摊位哦。那今天呢，他们有特别针对微软的 Surface 3呢，有做特别的促销哦。我们欢迎到微软的修哥来为我们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体验我们的 Surface 3。那我们这一款其实最主要的特色就是，它有一个像这样磁吸式的键盘，它可以像这样哇，一下就吸上去了。那我们有外接就是我们的支架。三段式的整合式支架，就可以，比如说你要站着看、坐着看都可以。那今天呢，只要在我们灿坤的摊位预购我们设备三的话，就有送一支我们的手写笔哦，还有送一支我们的 Winch 的滑鼠，无线滑鼠，我都觉得非常优惠呢。对啊，所以呢，如果想要把 Surface 3带回家的话，别忘了来到2011年蒸汽电脑展灿坤的摊位，就可以预购我们的 Surface 3，把它带回家哦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